引子给张艺兴道歉的大腕博主再度发文内涵张艺兴，顺便带上了王一博肖战。现如今的张艺兴有了之前顶流媒体的投资，加上最近在正午阳光演的《相逢时节》这部剧引起高度流量，而张艺兴这回也算是一枚妥妥的爆红奶油小生。不仅如此，如今的张艺兴在演艺程度上也大大提高了不少，而且在音乐的道路上也号召了很多人气和粉丝流量帮他支撑，所以他现在的事业可谓是向上更进了一大步。比如这位时尚圈大腕徐锋利就多次爆料提及张艺兴的黑料，还曾无中生有，徐锋利在时尚圈特别有名，他接受过很多时尚业界的首封，被评为时尚界的宠儿，并且他在高中就过了四六级，雅思也在全球并列高分，还成功评选上英语教师，可以说他是经验特别丰富的大咖。就在前段时间，徐锋利就公开发文针对之前张艺兴所做的选妃事件爆料，而就在19日晚，张艺兴的工作室发文回应徐锋利，并对其喊话称10点之前做出证明，并且喊话如果不能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，之后他也不得不亲自公开在微博道歉，并且说到跟有人因为一些事情引起谈论，并且对他产生一些旧怨，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发布了此微博，再次要向张艺兴先生道歉，此时才算给网友们做了一个了结。而让大众没想到的是，近期他又在发文内涵张艺兴，并且还用字母缩写来描述，被粉丝们一眼看穿，还有人在徐锋利的发文评论别又在跟张艺兴道歉了，而徐锋利的回应也表明一定不会。而在众多网友发文评论之后，徐锋利也回应了很多关于张艺兴的评论，足以说明内涵的就是张艺兴本人。没想到上一次给张艺兴道歉的事件还没让网友丢失记忆，这一次很快又开始内涵。